各位听听看的朋友，今天我来到台东县卑南乡，这是一个风景非常秀丽的地方，尤其是这所可爱的小学槟榔国小，看到许多活泼的小朋友，他们让我想起了在小的时候上学的快乐时光。记得我第一天上小学，那时候我还很小，什么也不懂。爸爸带着我到普通学校来上课。我记得当时我和很多的小朋友一起坐在教室里边上课啦。爸爸因为不放心，担心我，他一直站在窗外看着我。然后老师开始点名了，然后点着点着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听不到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看到一起念幼稚园的同学，他用手势叫我站起来啊。那时候我才知道老师叫到我嘞，可是我很害怕，我没有马上站起来，只是呆呆的。我回过头看到窗外的爸爸叫我站起来啊，我就赶快站起来，然后又坐下来。就这样子，我度过了一个不知所措的开学第一天。后来下课了，爸爸带着我找老师谈，他们谈了很久，谈了很久。我记得好像第二天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去上学了。一直到一年以后，爸爸再带着我到启聪学校来念书。尽管时光流逝，这一幕的画面啊，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，永远也忘不了懵懂无知的我，还有爸爸那舍不得的眼光。像我们这样听不见的小孩，要在一般的听人学校受教育是很困难的，只有透过专门的听障教育才能够开始学习了解事情，而这段学习之路等于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，而老师可能就是改变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。那个声音是电话铃，然后你说电话铃。不管在台湾的哪一个角落，这些故事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存在着，尤其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体会。国小启聪班从民国70年开始创立到现在，已经有10几年了。坐在我身旁这位李老师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听障教育的，一直到现在。李老师你好。你好老师。当初刚开创这个启聪班的时候，学生来就读情形怎么样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听障教育不是很普遍，一定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里开设了一个启聪班，也很难招募到学生。那个时候碰到什么困难呢？回想当时我们在创办的时候，确实这些听障的家长，他们对我们学校的这个开启聪班呢，不是很踊跃的，会自动把学生呢送到我们学校就读。那我跟其他几位老师就必须按照这个听障学生的这个家长的资料，然后呢挨家挨户的去拜访这些听障的家长，可以说是上山下海。那么当我们
听到说哪一个地方有一位听障的这个学生啊，我们老师可以说是好像获得到一块宝玉这么高兴，那么赶快的就去拜访这一位听障的家长。可是呢，这些家长好像呢对我们学校说有这个听障班，可以把听障的孩子啊教成可以说会说话、会读书、会写字，那么呢自己能够处理自己的生活，可以改变他的孩子这个气质。他好像呢半信半疑，不太相信，也不太会接纳啊。他认为说好像是不可能的事啊，因为那时候呢他们也没有见过说听障哑巴的孩子呢会说话啊，会读书、会写字，长大以后会学一技之长，所以很不容易接纳。那我跟几位老师呢可以说是费了很多的这个口舌，然后呢才把他们说服。哇，这些小朋友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转变真大，相信老师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苦心。原本我以为槟榔国小是一个偏远的地方，现在我知道这里的听障小朋友好幸运啊，有这么美好的环境，有这么多关心他们的老师，真幸福。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听说台南启聪学校有一位已经退休的陈老师，他投身听障教育有40多年，在听障界非常令人尊敬，而且对他的印象也都十分的深刻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到台南拜访陈老师。陈的手语就是因他而来的哦。Thank you.
师您好。哎，您好，谢谢啊。以前我就经常听到很多听障朋友提到您，今天能够跟您一起聊天，真的很荣幸，也很高兴。老师，我们知道台湾的听障教育哦，台南启聪学校是第一所学校，而您又是启聪教育的第一人。我想请教您，台湾的启聪教育是怎么样开始的？当时的情形呢？可以啊。台湾的这个听障学校啊，原本呢有台北啊，还有台南，总共有两所。那么台北的启聪呢是新设立的，那台南启聪的历史比较久。那么台南启聪学校啊，最早是分为这个盲生部，另外呢还有聋生部。那盲学生呢总共有四个班，聋学生啊，也同样的也是有四个班。一样的。是，那当时的老师呢一共有八位啊，八位当中啊有六位是这个日本人，有两位呢是台南人。这两个人当中啊，有一位呢就是我，陈天田了。是，我想请问您啊，您觉得过去的听障教育和现在的比较起来哦，有什么样的不同？以前呢，在启聪学校念书的听障学生啊，都是用手语比较多。那么现在的启聪学校除了用手语之外呢，还多了这口语的训练，这就不太一样了。第二点不一样啊，这个早期的启聪教育在小学六年级毕业就结束，没有其他的。可是现在的启聪教育在程度上啊，除了在小学毕业之后可以继续念国中一二三，还有高中一二三年级，甚至还有大学的进阶教育，这些都能有啊。说真的，真是幸福啊，太幸福了。真的很幸福啊。我是陈老师的学生，差不多已经有50年了。因为陈老师他习惯把衣服的袖子都挽在手背上，所以在我们学生的印象里头，我们手语就常常会比陈老师陈老师。陈老师他在学校的时候啊，不分昼夜都很辛苦的照顾我们。像每天晚上啊，他都会去宿舍，帮我们盖被子，还有巡视安全。那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啊，都很顽皮很胡闹，那常常在黑板上乱写乱画，还会大吼大叫。那陈老师听到就会到教室啊，很生气的看我们。学生就会在黑板上写说啊，陈老师来了，生气了。陈老师虽然很生气，但是也会忍不住大笑，然后笑着笑着就走了。50年前第二次大战的日据时代，飞机到处丢飞弹轰炸，每次陈老师啊都快速的挥那个旗子啊，带领我们很快的跑到这个防空洞里面去避难。那战争结束后呢，台湾归还给中国，学校里到处都是破裂的瓦砾石头，教室都被炸垮了，只剩下旁边一间教室可以上课，所以我们早上在教室上课，那么下午陈老师就带着我们清扫这个校园的瓦砾石头。陈老师很好，我们聋哑学生常常犯错，但他从来不会打骂，他很爱我们的。当生病的时候，或者说闹亲戚皮肤不怎么说，听到请劝他，那个同学就好像服了一颗定心丸一样，情绪很快就稳定下。因为大家信任的陈主任，陈主任常常能够帮忙学生解决问题，有陈主任他就好像事情就
弟弟了。老师，为什么学生们都对您特别难忘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我跟聋哑学生相处在一起啊，时间久了，彼此呢自然就会有互相怜爱的默契啊。还有啊，我们都知道您是台湾经验最丰富的听障教育老师了，所以我想请教您，是您觉得一个听障教育者最应该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我想啊，当一位老师啊，在观念上呢，要能够有耐心，也要能够吃苦，不管是耐心、爱心等等啊，都要具备啊。您对听障学生啊这么关心，一定也对听障教育抱持着许多的理想啊。那么，老师，您觉得您对听障教育最大的理想是什么？我想啊，每一位聋哑的学生啊，都应该要能够常常跟听人学生一块的相处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是，您是觉得听障学生要和听人在一起相互的交流吗？没错，要常常跟听人联系，相处在一块。是，哦，是的，是的，谢谢陈老师。不客气。一个比较强大。这里是高雄市启英小学，虽然它是一所小小的学校，人数不多，设备不是很完善，但是却包含了许多老师的爱心。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张校长，您好。我听说您是从大陆过来台湾，然后创办了启英小学。您当时为什么会在这里设立这种以听障教育为主的学校？刚开始创办的情形怎样？民国38年春天，公正国将兴工上海学校就停止筹备，我就随军队来台湾。那时候的台湾特殊学校只有台南、台北两所公立盲哑学校，容纳不下众多的设校马桶，我经过多次考虑，明知台湾地区地方小，人口少，要办私立特殊学校困难重重。但为了高平三西市的设校龙通设校，致力在高雄西立适应聋哑学校。再请问校长，您投身听障教育
这么多年哦，您的理想是什么呢？您觉得您最想要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？除了一般课程，一般课程另外我的目的就是要知识教养，为了办知识教养也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经费缺乏，在困难之中想办法成立烘焙训练生意，效果不大，但有些学生学到了做面包、做湿地的制作，有些学生在外面面包店里做事，有的学生在我们的学校成了面包师傅。有时候我常常在想，在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，在那个时候似乎没有听障教育，我们是被忽视的一个族群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有人真正付出一颗爱心，真正懂得我们需要教育，也因为我们接受了教育，我们的心和智慧得以增进，不再因为无声而遗憾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